摆盘上我看，你家的时候摆盘上我看，这是摆了一个什么月亮吗？还是什么？三分半钱，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吃饭？绿叶蔬菜。你在吃饭，你得先发圈。如果你老婆，你俩连上课接不出东西，那基本他就下次估计你就很难了。看私人诊所，开私人诊所。但是黄老师就没啥可干的了，他又不上，他是。咱们你们坐在这位是真的就能找着，我觉得叫什么葱姜面汉汉对啊，所以说这个那是你们石家庄的网红嘛，成长中的网红，还没红啊，这个成长中他那个谁敢石家庄的了解的就比较土话的网红都不敢，那个我们看不见，你没有行政职务的话没事，我觉得没事的。晚上这个结构也好，功能也好，是逐渐逐渐发生变化的。那这发生变化就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。那这个过程，小红书。